夫妻两个来台湾有十多年了，现在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，大华哥选择带了小姑娘回缅甸去挖鱼，阿布姐为了儿子的教育选择留在台湾，就这种家一家四口人分隔在台湾跟缅甸两个地方生活。很容易就发财，运气不来可能几十年，可能到死啊。老人家石头是一世是会有主人的，那一件石头它就是为了找你啊。